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在人际间的往来近乎停顿的疫情时刻，无人驾驶汽车、无人驾驶卡车纷纷从实验室和停车场中驶向美国街头，帮助运送日用杂货、食品和医疗用品。这些无人车转身成为投身社会公益的递送工具，也找到另一种商业发展的可能性。透过与食物银行合作，通用汽车公司的自驾车巡游，从四月中旬开始陆续上路，将物资递送给有需要的老年人。全程采取非接触式的递送，戴着口罩和手套的驾驶来到老人家门口，敲敲门后，便将装了食物的袋子放在门口，径自驾车离去。So, after the shelter in place orders came down, crews really wanted to find a way to help the community.We made outreach to some of our local partners and trusted advisors in the city, and we were able to connect with SF Marin Food Bank. They had a need for more deliveries to be done, and we thought we could fill that need. So that was the perfect pairing from our perspective.在中国肺炎疫情肆虐期间，旧金山马林食物银行的业务量倍增。在政府实行居家避疫之前，他们每周为约3200人提供服务。在居家避疫期间，这个数字已高达每周55000。有了自驾车队的投入，提升了服务的容量。丰田汽车公司支持的小马智行自驾车也在暂停一段时间后，又回到加州的道路上。他们正在通过当地电子商务平台，在尔湾市运送日用杂货，并参与佛利蒙市的紧急避难计划，负责食物递送。We were discussing how do we help with the community with the fighting of the coronavirus, and as a company, how do we provide some of the essential services to the community. So that definitely was the main motivation, but another slight motivation is we'll us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to try out.The food and package delivery, and potentially exploring that in the long run if this is a good avenue to pursue.同时，由软体银行所支持的 Neuro 也成为加州第二家公司获得在公共道路上行驶无人车的许可证。Neuro 把最新的 R2 车辆派遣到沙加缅度和圣马特奥，协助这两地的临时医疗机构递送医疗用品。这三家公司中都没有从他们目前提供的递送服务中获利，但是却获得了有关递送运物的经验和数据。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投资的自动驾驶卡车公司 Too Simple 一直维持40辆自动驾驶卡车运作为付费的客户服务，但同时也为德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的食品银行提供免费服务。南韩在中共病毒大爆发期间进行严格的社会隔离政策，在疫情趋缓后放宽部分措施，闷了好久终于能够出外走走。民众在解封后涌入游乐园、电影院和百货公司，也依旧佩戴口罩，避免疫情再度爆发。南韩从4月30日起进入6天的黄金周假期，首尔一座游乐园出现了久违的人潮，游客纷纷坐上惊险刺激的游乐设施，也可以看到大人带着小孩一起在旋转木马上享受亲子时光。游乐园依规定对设施进行消毒作业，园内四处可见宣导标语，大家也是紧紧戴着口罩，不敢松懈。일단여기아이들하고가족들하고함께나와서일단기분이너무좋고아직까지는좀사회적거리두기도이제막끝났고아직은좀의심이많이되고그런상황이기때문에방역도잘되고마스크도사람들이잘쓰고다니는거보니까괜찮은것같아요南韩在4月19日放宽隔离政策，人们趁着黄金周大举出游。首尔到济州岛的航班比一个月前多出一倍，百货公司也趁势推出促销活动，购物中心和电影院都涌现人潮。집에서너무오랜시간을애기랑같이있다보니까오랜만에5월달에행사가너무많아서그선물을사러나왔는데나와보니까사람들도많네요근데애기도너무좋아하고선물은어린이날이라서애기옷도사고병기도사고어버이날이라서화장품도사고그랬어요南韩政府从5月6日逐步解封，让企业分阶段复工。这一波黄金周购物潮提振了惨淡的经济，股市更从3月底的年度低点反弹35%。不过，有经济学家警告，消费潮带来的反弹可能只是短暂现象。
俄罗斯一名海洋生物学家在海洋浮冰下拍到海天使游泳的画面，引起人们的关注。莫斯科国立大学一位专门研究无脊椎动物的学者谢苗诺夫，同时也是一名专业的水下摄影师。有一次他在俄罗斯白海潜水时，在冰下拍到了海天使舞动一足、缓缓游动的画面，就像一个色彩鲜艳的天使在海里跳舞。他说，从事水下摄影可以让他观察在实验室里看不到的海洋生物，也经常在社交媒体分享他拍摄的海洋生物的照片和短片。由于人们在水底世界拍不到眼睛看到的所有景象，即便使用最现代化的照相机也是如此，因为有些光谱中的颜色会因为海水对光的吸收而消失，所以这些照片通常都会经过适当的编辑，以便取得正确的颜色，而且让照片在没有过度修正的情况下看起来很自然。去年英国伦敦马拉松比赛曾经帮750多个慈善团体募集到约24亿台币，但今年原定于4月26号举办的比赛，因为中共病毒爆发，延后至10月4号，相关募款活动也因而暂停。为了能继续帮慈善机构募款，运动员们在原定比赛日发起了2.6挑战，进行与2.6或26有关的任何活动，并向朋友和家人募款。为慈善募款的2.6挑战，从体坛到许多名人响应，也在一般民众间掀起旋风。26, 3, 2, 1, go, 1, 2, 3, 成了居家隔离中人们的生活乐趣。3, 2, 1, go。挑战者可以自由选择任何活动，只要遵守政府的社交安全准则。有人花了将近26分钟在郊外向后倒着跑完2.6英里，有人在自家院子的小泳池里游泳26分钟，也有穿着可爱的刺猬装骑脚踏车26分钟。挑战也不都是那么难，在自家花园里摇呼啦圈26秒也可以，或是跳绳26下。这些民众的2.6挑战将为空中救难机构、野生动物医院及康复中心、抗癌机构等慈善团体募款。去年伦敦马拉松赛事就为750多个慈善团体募集了6600万英镑，约24亿台币。宠物当家里，狗狗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等主人回家一起吃喝玩乐。而在俄罗斯的一只哈士奇却因为每天独自待在家而哭泣，主人索性直接带哈士奇去上班。但是公司不能携带宠物怎么办？好在忠犬小哈也很有耐心，在外面等上8个小时。俄罗斯加里宁格勒的一个购物中心外面，有一只哈士奇被拴在栏杆上，安安静静地坐在人行道上。可能有人会怀疑是不是被遗弃了，其实这只忠犬哈士奇是在等主人下班。一旁也有主人写的公告，在附近上班的民众已经习以为常，还会跟他玩耍。сначала для меня это было немножечко, но я не понимала, потом нормально. Но это как бы хаски, она мне кажется, ей не холодно и как-то сейчас нормально отношусь к этому, не обращаю внимания. Тем более хозяйка хорошая, я вижу, как она гуляет.哈士奇的主人名叫斯维特拉娜，每当他独自去上班，害怕孤单的哈士奇就会把家里弄乱，还会从早嚎叫到晚。为了避免影响邻居安宁，他决定带狗狗去上班，让哈士奇待在商场外面等他一起下班回家。На работе именно это не то чтобы мне разрешают, это у нас всем работникам разрешают именно ходить на 10 минутки, там кто-то покурить, кто-то что. Я вместо обеда, вместо еще каких-то своих дел, конечно, выбегаю, иду и прекрати. И иду, значит, и гуляю с ним, и кормлю,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проверяю. 可能哈士奇知道主人就在附近，所以也耐心地待在走道上。斯维特拉娜上班8个小时，会利用休息时间出来看看他，在午休40分钟时，也会陪他一起吃饭、散步，让小哈不会感到孤单。
哈士奇是相当耐寒的狗，待在俄罗斯寒冷的户外没有大问题，还可以增进与其他人的互动。不过为了保护哈士奇，斯维特拉娜拒绝透露狗狗的名字。她为狗狗在社群媒体上开设账号，分享日常生活照片。自从中共肺炎爆发以来，外出用餐恐怕是许多国家的民众久违了的心愿。为了让人们在日后封锁令放松后能安心到餐厅用餐，荷兰一家餐厅推出了隔离小屋计划，满足顾客的需求。一间荷兰素食餐厅想出一个妙招，要把在餐厅用餐的体验还给顾客。他们在餐厅外运河旁的空地上安放了五座足以容纳2到3名顾客的玻璃小屋，并且提供一套4道菜的套餐，让顾客在接下来的2个半小时内重温于餐厅用餐的美好。每位服务生都会戴上面罩和手套，保护自己也保护来用餐的顾客。除了面罩和手套，餐厅也会让服务生使用长托盘为顾客送餐。虽然餐厅方面还有更大间的隔离小屋，不过他们认为更大间的隔离小屋意味着用餐客人会发出更多噪音，兴奋的举动也会让口水四处飞舞，增加病毒的传染速度，因而暂缓推出。在中共肺炎疫情下，居住在养老院的长者也顾及感染风险，无法与亲人见面。比利时一家升降机公司派出高空作业车，让亲属能够搭着升降台到窗口与亲人相见。4月27号，布鲁塞尔的养老院外，民众搭着高空作业车缓缓升高到不同楼层，在窗外探视亲人。受限于疫情，从3月中旬开始，居住在里面的长者就无法与亲人相见。但在升降平台的帮助下，像是84岁的克莱门丁奶奶，终于有机会与在养老院的丈夫交谈10到15分钟。Je suis très contente d'avoir pu dialoguer avec lui de si près. Ça c'est formidable. C'est une initiative que j'apprécie énormément.当亲人们看到彼此时，所有的思念与依依不舍全都写在脸上。J'ai juste envie de la prendre dans mes bras. Voilà, ça, ça manque le toucher. 平常用于擦窗或采摘樱桃的高空作业车，能在这个特殊时刻派上用场，是因为出借机械平台公司的经理特里斯坦在路过养老院时想到的点子。Twee weken geleden reed ik voorbij het rusthuis Orpea in Antwerpen, gaande van bij mij de woning tot bij ons op kantoor. Ik zag iemand naar zijn moeder waaien 2-3 verdiepen hoger en ik dacht in mezelf, mits dat wij toch een serieuze omzetdaling hebben op het moment, wij kunnen met onze machines de man tot aan het venster brengen. En van het een kwam het ander.因中共肺炎影响，许多原本理所当然的生活一夕间风云突变，有的长者只能依靠电子产品或电话来疏解思念之情。这个计划虽是难得的一番美意，却可能只是一次性服务，未来会持续多久，是否要收费，是受惠者所担心与提供者所考量的问题。研究人员发现月球正面附近一些山脊上新暴露的岩石，认为这是月球地质活动的表现，并推测这种活动是43亿年前对月球背面的一次巨大撞击留下的影响。月球永远只有一个半球朝向地球，因此人们把它朝向地球的这一面叫做月球正面。地球上永远都看不到的那面叫做月球背面。有人认为月球早已没有生气，但美国布朗大学地球环境和行星科学系教授舒尔茨说，从月亮的山脊中看到的证据显示，可能直到现代月球还在不断开裂。研究人员在月球轨道侦察器的数据中发现，在月球正面一大片黑暗区域四周和内部发现了500多块暴露的地面，即没有月球尘埃覆盖的裸露地。这些暴露的地块和其他地方的山脊盆地的成因不相关，是另外的地质原因造成的。他们认为这些山脊还在向上隆起，隆起的推力导致月球表面开裂，让月球尘埃滑入裂缝和山谷，露出岩石。在之前的研究中，舒尔茨曾提出，43亿年前发生的大规模撞击，让月球面对地球的正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份研究近期发表在《地质学》期刊上。
车电影院可能对许多观众朋友并不陌生，但你有想过在汽车里看现场歌剧演出吗？因中共病毒疫情影响全球，英国国家歌剧院打算推出汽车歌剧院计划，因应疫情下必须要保持社交距离的规范。这个计划预计九月上路，以伦敦北部亚历山卓宫为地点，台上的演奏者及歌手保持适当距离，观众则在300辆汽车，包括后方比较大型的车辆里看戏，机车与脚踏车也允许入场，大家一起享受拥有专属特制布景的现场歌剧。顺利的话，还会将之推广到全英各地。首先上档的12场节目包括缩短为90分钟版本的波西米亚人与适合合家观赏的一小时版摩迪。第一场将供前线工作者与国民保健系统人员免费入座。那么观众想要给台上的歌剧演员掌声该作何反应呢？英国国家歌剧院执行长建议，在汽车歌剧院或许可以用闪灯或鸣喇叭来取代。中共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现在出入公共场所都要量测体温。由科技部辅助计划成功计转的新创公司开发出雷达感测系统，可以远端侦测体温、心跳以及呼吸频率，准确度达90%。这套系统下个月即将量产，业者也捐赠一台给科技部使用。把水端到你的脸颊，假装要喝，但千万不要喝，这很热，所以它就会发爆了。也就是如果脸部的温度，特别是额头附近真的有超温的时候，它就会发爆。科技部长陈良基亲自体验雷达生物感测系统，荧幕上三个数字分别代表心跳、呼吸频率以及体温，用非接触的方式搜集生理数据，目前已经在负压隔离病房实际应用。也完成了这个整套系统的所谓的人体试验报告，那取得了心跳、呼吸、体温准确度大概在90%的这一个数据，全天候及时性的知道病人的心跳、呼吸、体温，甚至如果有离床跌倒的状态，都可以侦测出来。你在中控的地方就可以随时去知道这些信息。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的科技防疫才是真正进一步，在这一波防疫的时候作为一个这个抗疫的利器啊。这套系统以雷达技术为核心，具有低功耗、低硬体设备成本以及高准确率等优点，预计下个月就要正式量产。这套技术除了应用在防疫，减少医护人员负担，也可以应用在长照等领域。做到完整全天候的 AI 的这个监控，不只是现今的防疫的应用，在未来的长照养老，在所谓的智慧医疗，在远端医疗，在所谓的 AI 畜牧，都可以用到这套系统去做完整的一个感测。这套系统技术源自于科技部补助计划，科技部表示期待集结学研以及新创公司，发展出崭新防疫科技，也加强推动科研成果商品化，作为防疫工作坚强后盾。周末午后走一趟坐落于金门成功的陈景兰洋楼，这栋明年即将迈入百年的古洋楼最近卖起了咖啡。经营者说，他们卖的是海景跟咖啡的品质，果然吸引不少年轻人前来一探究竟。净白色的外观，对撞的拱门，精致的雕花，眼前这栋宏伟的建筑就是金门最大的古洋楼陈景兰洋楼。山墙上斗大的1921字样，宣告着明年即将迈入百年历史。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相约在古洋楼前拍照留念，为这古老建筑增添几许青春气息。三五好友坐在二楼回廊聊天看海，又再来杯咖啡，悠闲指数肯定爆表。那你看洋楼，它有那么好的历史跟建筑，加上我们这个海景是真的非常的棒。那你想说，你这么好的风景搭配一杯咖啡是不是更好？所以我卖的是海景跟咖啡的品质。就是坐在这边可以体验古厝的氛围，然后又可以享受喝咖啡的感觉，我觉得这样结合起来是蛮浪漫嘛，对，我觉得蛮好的。喝个咖啡，然后看海，然后下午可能4-5点又夕阳，对，我觉得就是蛮休闲，跟古迹做一个结合的。前方金汤公园坡地的自由女神雕像与洋楼遥遥相望，共同见证金门100,000大军的年代。由于地势居高，这曾经是国军观测所、军医院、国军官兵休假中心，后来由县府出资整修，陈家子孙同意出借20年，目前由金湖镇公所代管。他的地上产权属于他们陈家后代子孙的，那我们这时候政府也是有去跟他就是协商说，我们帮你免费经营这个
洋楼有人气，房子才不会坏掉。那你有人气，那你加上你又可以参观，是一举两得。这座用人文、美景和咖啡包装的咖啡馆，出卖的是古典情调和浪漫气氛。郑公所用心经营，要让这百年风华的洋楼成为古迹活化利用的典范。有台湾的眼睛之称的三貂角灯塔是台湾极东点，视野辽阔，不仅可远眺东北角海岸风光，就连滨海公路、龟山岛都尽收眼底，还有长达数百公尺的海狮平台特殊地质景观。三貂角灯塔坐落在台湾最东夹角上，灯塔高约16.5公尺，有纯白的灯塔建筑以及足球型的航路雷达，是太平洋航道上重要的指引，有台湾的眼睛称号。曾历经过2次战火洗礼，迄今引领海上船只已超过80个年头。在1929年跟1931年连续2次日本的轮船在我们三貂角的外海这边沉没，所以日本在开始规划在1935年完工的，然后在大战之间当然被摧毁，然后后来再整建。灯塔旁有极东点观景台，可远眺北方的鼻头角与南边的龟山岛，还有由原本堆放燃油的仓库改建而成的欧式建筑三貂角教堂，非常漂亮。为什么呢？因为你前面可以看到漂亮的灯塔，那边又后面有龟山岛，然后还有这时候正好有的绿藻，还有深蓝色的大海。它早期是灯塔里面放油放燃料的地方，但是现在不放油了，所以把它改建这样很像教堂式，所以游客过来都很喜欢在前面拍照。三貂角沿岸满布奇岩怪石与地形风貌，尤其来来地质区的海石平台筹建带长达数百公尺，这一排排平行排列的怪岩又有魔鬼的洗衣板支撑。这里还有全台最大的火龙岩，外形就像潜入海中的龙所露出的背脊，屹立在平坦的沉积岩平台。来来海石平台都有这种纹路，很特殊的纹路，一般人称为这个叫做魔鬼洗衣板，在地质学上我们称之为这个是一个火成岩。当时形成的时候，地壳张开冒出来，然后我们整个地壳往上抬升之后，经过风化，因为它比较坚硬，它就没有被风化掉了。但是呢，当时它太高，受风力的影响也是会倒塌。来到三貂角观景平台，除了欣赏一望无际的海岸美景，还可看见全台湾最东边的夹角，而海狮平台丰富的海洋生态也成为钓客的私房景点。大千世界陪您全家人一起长知识，合家欢找创意。我是以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